好，感谢学长的介绍了啊。那这样的话，是跟你过，直接开始看。好，那个首先的话呢，今天我那个文章主干，我是以这个领域来当主干啊。那当然还有参考其他的一些基础研究啊，这个是我参考第二多的啊。其他的一些更小众的，我就先暂时不考这样。今天我要来讲是形式这个我们大脑的一个排水系统啊，它是怎么排出我们脑内的一些废物，以及在我们临床，在我们临床或者是生活上，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哎，可以增进这个系统的效率啊，啊，去进而尽量降低这个失智的这个发生量。这个所以是对，不管是神经科还是非神经科，对这个议题应该对他来说应该都会是有益的这样子。好，首先是这个饮食法学的部分啊，要先探讨这个排水系统，这个 metabolic system 啊，我们一定要先回来讲一下，说我们这个 CSF 是怎么产生的啊。我们说这个 CSF， 我们都知道都是从这个动脉啊，心脏，然后经过这个大动脉啊，它们 clotting 啊，我们称为 clotting artery 啊，这样打到大脑里面去嘛。那打到大脑里面去之后呢，哦，它这个就是以前大三大家都学过那个 circle of Williams 嘛，好，然后呢，它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血管啊，通去它这个支配的脑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anterior choroidal artery 啊，为什么它重要呢？是因为它是支配这个 choroidal 这个 choroidal axis。的第一个那一条动脉，好，所以说好那个我们血液进到这个 anterior choroidal artery 之后，会不会进入这个 choroidal axis？ 好，那然后进到这个 choroidal axis 之后呢，啊，它就会被滤过去，滤过去之后呢，这些液体就是所谓的这个 CSF。好，好，那这个 CSF 啊，它就会在这个大脑里面这样子跑，就是一直去这个滋润我们的大脑。那当然，它这个在滋润大脑的同时呢，它也会跟着这个系统，这个什么排水系统，差不多是这个类的这个系统啊，在这个 system 里面啊，这个 system 啊都是它的那个排水系统。然后呢，到最后呢，会到这个我们头顶的这个 arachnoid granulation 啊，哎，然后就滤过去，滤到我们的静脉系统。好，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它在 CSF 在这个大脑旁边这边滋润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个类似于这个。组织哈 capillary 的这个的作用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进到这个静脉系统之后哈，就是我们这个静脉系统，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了哈。像刚刚那个就是 superior sagittal sinus 啊，那当然它这种大的 sinus 还有很多，什么 inferior sagittal sinus 哈。不过这些大的 sinus 它们都会逐渐汇流哈，好，很多它们就会汇流到这个 transverse sinus， 好，然后再是 sigmoid sinus， 然后到最后呢就接回我们的这个 internal jugular。好，那 intercostal vein 之后呢，后面故事就大家知道一样，好，就是回到这个 superior vena cava 啊，就回到心脏。讲这么多哈，动脉，然后组织，然后静脉，那这样 lymphatic system 在哪里啊？就是说在以前最早的概念里面，我们觉得大脑是没有淋巴组织的，然后这个 lymphatic system 好相当于大脑淋巴组织啊，是后来才被人家发现说，其实有这个组织。有这个架构存在。好，那刚刚讲这么多，那这样到底lymphatic system 在我们怎么大脑这个灌流系统，它是在什么地方出现？它是怎么液体是怎么流进去？然后是灌流到哪里？然后又是怎么流回那个体循环？答案就在于说哦，这个 choroid axis 之后，这个它这个 CSF 从 choroid axis 生出来之后呢，它先经过这个第三、第四的这个脑室，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脑室啊。那它进到这个脑室之后呢，它会跑到这个大脑的这个动脉的血管的 space， 好，然后去滋润这个脑组织，然后呢，到最后哈，它会经过这个神经哈，会用到颅神经的地方哈，它会顺这个颅神经跑到这个，它可能会直接跑到这个淋巴系统。啊，这个神经啊，就很多颅神经啊，就是以前我们大家所学过的，啊，一嗅二四三动脉四滑五侧六外缘七眼八丁九舌咽，啊，这些颅神经啊，它就从这边跑掉，跑掉之后呢，它就会接到这个我们 systemic 啊体循环的这个淋巴的系统啊，就是说到时候是回归到这个 cerebral lymphatic system， 然后到时候呢，就是这个。好，回到这个 cervical lymph node 之后呢，就跟大家以前我高中学的一样，他们就会接回静脉系统，然后呢回到心脏。最终好，它等于说它那个 CSF 进来之后，它除了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架杠的静脉 sinus 的路线之外呢，它其实也会走这种 paravascular space，
以及这个 paraneural space， 然后走到 systemic 的 lymphatic system， 然后最终走到心脏。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CSF 它的流向有两种，一个是动脉组织静脉，一个是动脉组织然后经小血管或者是经神经，然后回到淋巴系统，然后淋巴系统再回到心脏，好，有这两种流向。好，那我今天要介绍好，就是这个 lymphatic system 的这个流向。好，那我们拆细点来说了，刚刚我提到这个 lymphatic system 它这个会从 perivascular space 离开。什么叫做 perivascular space？ 它只是说它像这个血液它经过这个动脉的时候，它有时候应该说它这个 perivascular space 它是怎么流进去这里面的，像这个动脉它旁边就有这个 AQP 或就是专门给水通过的水通道，它们就会从这边流到这个动脉的外面。那这个动脉的外面外面通常都有这个 astrocyte， 就是这个星状细胞的那个触手贴牢着它的这个管壁外面。不过这个贴牢它并不是完全密不透风，它会从这个系统跑出去，跑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大脑的这个实质里面这样子流动有个对流，这个是 convective force， 它在这边convective flow， 它这样流。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紫色的东西就是神经元了 ，neuron， 然后像绿色这些都是一些心脏，都是一些胶细胞 ，glial 这样子，这是组成这个脑的肉了。那这些液体流出来之后，它们就会流经这个脑的肉，也就是所谓的 interstitial fluid， 它就变成 interstitial fluid。然后呢，这样流，它们又会流到这个 vein， 这个是 vein， 一样。他们流到 vein 之后，他们就会再经过这个触手这个缝进来，然后呢，再经过 AQP 或者这个 blood channel 再跑到 vein， 然后呢，就又回到这个vein 的这个系统这样，这是走 perivascular 的一个路线。好，那他们在走这个路线的时候，像这些细胞他们都有很多的废物或者这些代谢物之类，那他们这些水在流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废物顺便扫进这个 vein 里面，然后呢，在这个他们就会这个废物就会在这个 paravenous 的这个通道里面然后就是被带到这个我们的淋巴系统里面去。好，这是 perivascular space 的那有另外一个那个 CSF 就是逃跑路径它是一样从 artery 进来，一样从 AQP 后跑出去，再经过这个 glial cell 的这个 entry， 然后呢流。不过它流的这个目的，它流的这个方向，反倒就不是 paravenous的这个管道，它反倒是会跟这个我们的颅神经走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再从颅神经这个一起走，然后呢接下来会走到 lymphatic system。 好，那一样它在这个水分的流程就会把这些脏东西就一起带到这个颅神这个 cranial nerve， 然后呢再经由这个 cranial nerve perineural space 然后一起流到这个淋巴系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淋巴的流它可以是 paravenous 在流，也可以是 perineural 在流。不过不管怎样呢，到处就是回到了这个心脏这样。所以说我看到说这个 lymphatic system 在流，它的这个走路径跟我们一般的这种superior surgical sinus 那些其实是不一样的。好 ，OK， 那讲到这个 lymphatic system 有些这个探讨在，所以说再给大家。这个同等下基本上 lymphatic system 它的组成就是由这个血管，然后呢经过 astroglial cell 它们组成的这个 paravascular tunnel 这样子流，或者是它会经过这个各个这个周边神经或者是颅神经它们的 paraneural space 这样子流，然后它们可以把这个好东西带给 neuron 带给大脑，然后把坏东西带走，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这个基本架构部分不晓得目前大家觉得还 OK 吗？有点抽象。好，不过没关系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那这样讲这个 lymphatic system 这个到底跟我们睡眠有什么关系啊？有，我们说为什么会特别强调睡眠而不是醒着原因是因为这个系统它功能最强的时候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是说醒着的时候它是其实是没有开的，然后是到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始高度运作。而且也不是说对我睡眠的 stage 都一样有效率，它是在深层睡眠的时候最有效率。
把它在 N3 之后最有效率。好，那我们说为什么是 N3 最有效率啊？这个是又跟这个一些 neurotransmitter 有关系。原因是因为哈，平常我们醒着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正肾上腺素哈都蛮多嘛，对吧、啊？因为这个是这个 CNS stimulator 的一个 neurotransmitter 嘛哈。那平常醒着的时候这个都很高啊，然后是到睡觉的时候它才会降下来。啊，这个因为这个 norepinephrine 降下来之后，这个因为某些这个荷尔蒙的一些因素啊，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这个 extracellular space 可以变得比较多。好，就是说那个这个 neuron 啊，它泡在这个 interstitial fluid 里面啊，会比较多。那泡这个那这个 neuron 浸泡的水比较多之后，它整个这个水的这个 resistance 啊，水流的 resistance 啊，就会比较小。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这个 CSF 把这些脏东西嘛带离这个脑组织。所以我讲一个比较我做一个类比好了哈。好，今天所谓的这个那个 extracellular space 变得多哈，大家想到说这个就像是个游泳池，然后哈里面很多小朋友，好，这些 neuron 这些 cell 都是小朋友，然后呢这边有那个这个游泳池啊，有注水的这个大水管，还有一个把水这个引离开的小水管的一个大水管这样子。那今天假设说这些小朋友在里面这个大小便好了，这小朋友在里面大小便，然后这里面就有些脏东西。那今天如果啊，然后这个东西这些大小便，它可能会让这个游泳池水变成细胞核突变嘛，就是流失可能比较强。那今天如果就是睡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这个游泳池的水啊，变得比较多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整体水的这个隔隔的这个程度啊，就会变得比较低。那今天这样子这个。这个注水的这个系统让水就灌进来，然后让这个大水管把这个水带离开。他可以想象说，如果说水是比较轻，就是不要这么割的话，它会再带离这个废物会是比较有效率的。好，大家可以这样来想这件事情。好，一样啊，这个就跟那个床物一样哈，就是说平常睡觉平常醒的时候，这个床物可能是比较干一点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呢，这个窗户就变得湿，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比较把这些脏东西带走。好，那我们在那个睡眠的班里面发现了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要特别指明这个 N3 好的睡眠？那 N3 的睡眠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啊，他们发现说 N3 的睡眠他们的脑波哈会有一些 slow oscillatory 的一些在 EEG 上就是脑波呢会有这个 slow oscillatory 的一些位置这样子。他们发现说这个位置跟这个 CSF 的这个 flux 是同调的，好，就是说发现说，脑波跟这个东西其实是有那个互相关联的哈。那当这个 slow oscillatory 会变强之后，这个 CSF 的这个 flux 就变强，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跟那个脑功能，好，大脑的这个功能是有关系的。那我说为什么探讨这个 feedback system， 就是因为今天它既然可以把东西脏东西带走，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神经退行疾病，好比说像 Alzheimer's disease， 它的这个一些比较有名的合并、靠合并或是 MA beta 也是可以经由这套系统去把它带走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脑图。好，正常的人脑是这样，啊 ，Alzheimer 脑就是这样。好，细胞内有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然后在这些脑机子之外呢，有这个 MA beta， 啊 ，prefrontal system 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带走这样。好，那这里人家就有提出来说，既然这个 feedback system 它可以把这些东西带走，那这样有没有可能你睡觉的习惯比较好，比起睡觉习惯不太好，有可能说这个睡觉习惯好，可以让神经出来的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甚至呢把东西带走，可不可以让认知功能稍微再改善一些，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出现了。好，那以上是这个 introduction 的部分了啊。那当然，好啊，这边 study 就是它的那个 method 跟那个 material 啊。不过这个我就不是重点了，反正我是相信啊。好，那再来了哈，它有这部分，它再去更细的去讲说那个这个整个 prefrontal system 的一些调节的一些原理的哈。好，那我们还要再讲到说这个 CSF 它的制造啊。它大概可以分成是这个，它经过两个，它会经过两地方，一个是 DDB， 然后一个是 BCB， 好、哦、啊，不过简单来说了就是 DDB 它是扣得严的，好、哦，它是这个是 DDB， 好、哦，它只能够滤过水跟一些这个 solutes，
它如果说是 BCD 的话，哎，它比起 DDD 它再松一点点，它可以滤过这个 macro molecule。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他们是走这个 macro molecule， 就是那些脏东西是可以从这些地方滤进去，然后一个滤出来这样。那一天我们试验室制造的这个量是一天是500cc， 那相当于一天24小时，那一小时大概就是制造20cc。好，那知道这个是一小时制造的机有什么临床上的帮助吗？哎，通常都是我们在做蛋白矿泉的时候，都会抽食管，然后下去跟人讲，哦，你抽这么多那个脑脊髓液的，会不会恐怖？我说不会，就是一小时嘛，就剩回来了。所以说这根本就是这个就。这个是可以拿来安抚另外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式哈。好，那这个好，那这部分应该也差不多好。那我说好，这个到底你被设成这些水分上的流哦，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事业在这样子在流动啊？有几个驱动力的哈？我们说这驱动力可以分成几个，也就是说这个系统要这样子顺畅的流，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它的液压要够，这个液压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最上游就是我们心脏，因为我们心脏一直在把那个血打出来，那这个血它就一路顺着这个大血管，然后小血管，它会一直这个血液会一直传递这个液压，然后这个液压呢，当它就是拍打到 artery 的这个握上的时候呢，哎，这个握，因为我平常知道说 artery 握是这个有弹性的，可以扩缩，那这个液压哈，它又以它把它的这个作用哈，哎，又把它变成是换它的作用又换成另外的方式表现，又变成是 arterial pulsation。那这 arterial pulsation 呢，又会在驱动那个 interstitial fluid 再往前跑。好，然后于是呢，就把那个液体变成是挤过这个 CBC 啊，然后就变成是那个我们的脑脊髓液。好，所以说它是最上就是心脏，然后经过一连串力的这个转换，好，就总之就是一个液压在传动的一个过程这样。那当然了哈，也不只是这条血液要能够顺畅的流啊，也不只是液压够，另外的是它那个该开的这个孔道哈也该开，而且哈不只是数量够，它所在的地方哈也要正确。好，啊，不过其实这个 channel 哈我后面会讲。那再来是它这个 interstitial fluid 哈的这个发源，就是刚说那个肝传物，好，视传物，或者是说这个小孩子在幼齿里面的那个地域，好，所以说好，要能够这个 clinical system 要够好的运动 ，interstitial fluid 好，也要足够。然后最后一个是呢，是有些特定的这个姿势呢，也会影响到 clinical system 的速度是比较快，有些动作，有些的姿势啊会比较慢，不过这个可以后面再说。好，那一样哈，我说它液压在流动啊。它其实里面会牵涉到几个基本的物理的一些这个一些流动的方式，一些有三种，一个是对流，一个是扩散，一个是并流。好，不过没关系，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大的重点。好，然后一样，他们这些液体流动的时候，他们都要经过这个 H 滤过嘛，好，然后就这样一路流过来，这个前面都有说过了。好，那我说睡觉哈，对于这个 CSF 哈，它的那个影响哈有多强啊？我们说。所以在设成它的 parents 睡觉的时候比起清醒的时候它是有十倍之多，然后他们在清除 protein 那些脏东西的效率 sleep 或是清醒的时候的两倍，就是睡觉是相对来说是很有效率的，这个都跟睡觉的时候那个 interstitial fluid 或者是 extracellular 这个 matrix 都有关系。好，那我们说那个刚刚那个脑波说在 N 站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会跟那个脑波会跟 CSF 挂的时候会有相关联，那这个相关联会发现说有个蛮特定的数字，是在 N 站的 0.05Hz 的时候它有个 Light Amplitude 的 Reason， 它跟这个 Inflow 会发现说它是同步的，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很有高度关联，而且关联是什么目前还不是那么确定，所以总之就是 N 站大家就记住说Clinical system 它是 N 站的时候效率最好的。OK， 所以这个事情啊，你说睡觉可以清除这个脑部的脏东西，这件其实是在蛮早前就，有被人好像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萨斯比亚提到说，这个睡觉好像可以把这个人的这个些业务把它带走，就讲那些，就是有些诗句在描述这个事情。好啊，剩下的话这个是比较偏 neuro 的东西的，反正就是
依据里面它会有某些波形的 N 在这个出现，就是有这个 delta oscillation 或者是 slope oscillation。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家就看就好了。好，那我们说睡相是睡什么时间点最重要，那意思是说 N3 是什么时候最多，通常是前半夜的时候 N3 它的比较会比较多，那后半夜它的这个 slow sleep 它的比重下降，然后呢 REM sleep 会变比较多。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呢，看起来前半夜最好，对于这个 benefit system 的效应看起来是比较重要一点。好，并不是叫他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而是说这个正常生理现象就是前半夜是这个 slow wave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地方这样子。OK， 那好，既然我们知道睡觉对这个 benefit system 的清楚，好，有这么关键的影响，那我说 Alzheimer's disease 它在睡觉上表现的缺失，会不会其实也是造成 Alzheimer's disease 最严重的一个基准？那我说我们知道 AD 的这个病人有非常多都有这个 insomnia 或者是 apnea 的一些情况，甚至它是在人变笨之前就开始有这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知道 AD 它这个病它是这个有些关键神经的 superhighlight nucleus 有这个退化，那这个启动这个 wake sleep cycle 的这个 nucleus 有退化的话，这个后果也是造成这个 benefit system 变差，然后导致 protein 不正常堆积，然后导致认知功能下降，会不会这样子的可能性这样。好，那而且我们知道 AD 它这个睡眠需要去做这个 PhD 的话，我们知道他的这个total sleep time 是比一般健康的老人更少，而且他的这个 OP 频率是更多，然后睡觉的品质更差，他 slow wake 更少，而且睡眠相对偏短，这些都是这个很明确的事实。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根本就是睡眠问题助长了这个 AD 的 onset。 不过当然这个东西还因为这个东西看官非常非常多，所以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好，刚说的这个 superchiasmatic nucleus 就是这个就是阳光就是说通常是黑夜的时候反倒是这个 stimulation 然后它就会刺激这个松果线去分泌这个 melatonin 这样，这个是让大家先稍微给让大家带过一下这样。好，那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睡不好到底会对我们这个 benefit system 造成怎样的一个破坏吗？从这个动物实验可以略知一二。像我说如果说你让那个老鼠不睡觉，就把它的那个去给它做那种 sleep deprivation 的实验，看它说这个比起睡好的老鼠这种睡不好的老鼠，你就不让睡觉的老鼠他们在这个海马回以及这个丝虫他们这个非常会堆积这个电会变得非常多，然后显著会变多这样。他们大概说这个中间基准是来自于说那个现在他们在排除脏东西的能力下降，所以就导致说有这个普遍的堆积，然后到最后导致这个神经的发炎以及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在动物实验已经是确定的事情。好，那跟大家提到说那个 Lancet 在2020年很有名的一个 lifestyle 如何一般健康的人如何用 lifestyle 去降低失智的 risk， 这张图非常在神经业界非常有名。好，说 40% 的这个是我们人有 40% 可以是从生活中做起去降低这个失智的这个发生。当然 60% 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掌控的，这 40% 里面有10件事情，不过这个10件事情里面还是并没有之一。最终sleep 他现在 sleep 的这个事情还在努力的做出更多的这个 evidence action 挤进去这个 modifiable 的这个可以降低 dementia risk 的这个 intervention 里面。所以说这些东西至少文章很多，但是还没有强到被放进 lens 里面，所以说这个睡眠的一些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是要继续进行的这样。好，那再讲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事好了。像我说这个我们 benefit system 最推崇的这个 slow sleep 它的一些特性像这个 slow sleep 什么时候最强，其实是青少年的时候最强的，然后等到青少年过了其实就会变少，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处于一直在变少的一个状态里面，像我们这种30岁的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知道这个 age 会造成是这个 neuron 会是下降
而且啊，我们说我们 A 级在下降的时候，我发现说，如果说它这个尼马电子的情况，它是发生在这个硅当中 cortex 的话，哎，跟这个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啊？我发现说啊，比方说 cortex 的尼马电子之后，哎，它其实是这个地方其实是发出刚说的 N3 的 slow oscillation 然后波的这个发源地。他们说这个地方如果说退化，可以看这个东西的情况。好，这个东西退化，你发现说跟那个 Benefit System 他们是连带的哈，也会影响到这个 Benefit System 它这个清除的效应这样。好，那比方说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前额叶啊，比如说反正人脑每张基本上都退化了，它基本上如果说是这个地方退化的话，会影响到大脑的这个 Slow Oscillation Rhythm， 啊，可能会影响到这个 Benefit。System 排除这个效应，反正好。那再次讲说，刚刚也提到说，睡觉的时候我们有正上腺素嘛，好，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正上腺素它会下降，那这个东西可以助长我们的这个 extracellular matrix 可以变多一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norepinephrine啊，在醒的时候，这个 norepinephrine 是增加是比较高的嘛，它其实这个东西啊，它会抑制 corpuscles 它去产出 CSF， 好，这个是对于它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假设。那今天如果你睡着了，然后 locus 如果也是这样关起来的，好，那这样诺芬奈芬也跟着就关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 extracellular 的 resistance 就会降低，然后 extracellular 的 space 也增加，好，那这个就会促进 CSF 的这个 influx 跟 efflux， 好，这个是诺芬奈芬的这个细部的一些机制啊，嗯 ，OK，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是还有什么因素啊，是可以这个左右 CS 那个我们的 glycogen system 的这个流动啊？我发现说心跳跟呼吸其实都会好，像我们说哈，我们人在醒的时候，他们一般说 CSF 在流动啊，发现啊，跟那个呼吸啊的那个频率啊，发现他们是有重叠的，就是说它这个 CSF 的流动啊，它会跟着吸跟吐一起脉动，意思说呼吸它也是一个造成那个 CSF 流动的一个驱动力之一。好，尤其是当你这个深吸气的时候，它对于这个 CSF 流动又有更明确的一个现象。好，所以说吸气也是有关联的啊，就说这个就是好。好，再来是心跳也是有关系哦，心跳在活动的时候，因为刚刚有说了啊，这个 CSF 流动的驱动力是液压，液压液是从心脏来，那心脏讲白就是心脏的收缩跟舒张，好，所以说这个都是连带在一起的。好，那这个我们说 CSF 啊，这样的流动啊，这个事情讲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就是说淋巴系统，我们以前高中在学的时候，我们说淋巴系统它是怎么回流啊？我们以前高中都会背嘛，啊，都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淋巴系统里面有掉，然后如果你肌肉收缩的话，那就可以把淋巴挤回来。然后如果说你有更有力的因素的话，也可以促进淋巴流动。可是好像比较少听到说这个呼吸的心跳，为什么呢？哈，原因是因为哈，那个大脑为什么是只有 glycogen system 会比较强调呼吸的心跳可以作为驱动力，而周边的这个淋巴系统比较不会？差别是在于说我们的那个大脑脑壳哈，它是很硬的一个构造。那今天如果你是在手表的这个淋巴系统，你想看大家可以想看，就是说今天心脏上活动，它那个液压哦传到周边哦，它可能就被那些软组织给吸收掉了。但是如果说你那个血是往大脑打哦，它那个液压哦，它到最后传过之后，它会被这个很硬的脑壳挡住。那这个液压它没得跑，它只好一路就是一直推进液体的前进。好，那反过来说啊，如果说周边的这个肢体啊，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情况，让心跳跟那个呼吸可以推动淋巴啊？我猜想啊，总是那个我们骨折之后，然后我们手就会被扣的紧割，好，那大家说不定这个可能呼吸的心跳，它可能就会它的这个液压就比较容易去推动肢体的这个液体前进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好，所以总之就是结论就是呼吸跟心跳是驱动 CSF 前进的众多因素之一，这跟后面我们的 lifestyle
前科是有点怪的，因为什么东西会增加呼吸跟心跳，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这样。好，那好，那当然了哈，我们说我们在变态的过程当中了哈，我们在发现说这个，好比说Alzheimer disease啊，他对这个变态在实施嘛，他其实都会有一些怪的影响哈。像我们说那个在很多这个失智的这个变态上，他们那个大脑的血管啊，因为堆积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变成硬，也是让它传递液压啊，就效率就比较差。因为等于是那些液压传到这个血管之后，它比较不会阻断，它反而是被那硬邦邦的那些 fibrosis 的那个 tissue 啊吸收液压这样子。再来是这个这些二硫周围的这个血通道啊，就变得异常大。我们会在某种叫做这个血通道变特别大。好像我们在做那个个人的音乐先放到个人身体好了。我们说到这些这个叠面下来的人他们的这个大脑的排性变得差是什么意思啊？像我们做这个个人身体的话，像我们说这个 paravascular space 有没有变大啊？它是有分级，有分 grade 一、二、三、四，从轻到最重。大家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很像这个算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个大脑了哈。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我们就比较最严重好了，最严重这些。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两个有差别？差别在什么？它这些地方有很多小红洞、小红洞，这边有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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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enlarged 的 paravascular space， 我们叫做 enlarged 的 virtual body space。这个大家可能以前在电影上都念过这个词嘛，哈。好，那好，我们说哈，为什么这个因为需要变成他们的这个 paravascular space？有些人会变大，好，原因是因为哦，这个那个 glial cell 它其实出了某些问题。那你说 glial cell 它正常是哦，它平常都会把它那个手贴在这个血管的周围，贴得紧紧的这样子，好，那贴得紧紧的哦，它除了贴紧之外哦，它有很多这个 HB 挂的这个圈哦，也都是在柱子上居多这样。好，那这个就牵涉到说正常的情况。AQP4 它的分布啊，它其实是有所谓的 polarity， 就是有极性的。意思就是说啊 ，polarity 就是说这些 AQP4 它通常都是存在于这个触角啊，这个 end plate 上的量比较多，然后在细胞的本体哦，应该是要很少，这是正常的情况。好，那到底蝶面下病好，那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直接用图讲好了啊，正常的年轻人是这样子。HB4 它都是位于这个触角上，然后这个细胞体上分子上是比较少的，这是正常情况，而且它都贴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好，那老了的时候大家发现说这 HB4 它们在触手上的这个量就变得比较少了，这蓝蓝的点都是那个 HB4 的包的圈，量就变少了，而且分布也不太正确，它分布它们反倒有些在跑到细胞的这个 stroma 上跑到身体上，但是真正需要 APP4 这样其实是触角的，其实它不太需要在细胞本体有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原本正常的时候这个水是可以这样子很顺畅的流过来，把脏东西带走，从阿水水流进来，然后把脏东西带走，带到这个 Paravenous Efflux 那带走。它老的时候它这个水就 OK 了 OK 了 OK 了，然后这个清除脏东西的效率就变差。这样的情况搞久了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disease 跑出来，好，就在 Alzheimer disease。好，那我说正常时候我们本来就会这样清东西嘛，它这个清东西的功能不好之后，除了在这个肝脏里面有这个脏东西之外那它在这个 paraarterial 的这个 space 也可能会积东西。积久了之后它可以看到这个 space 跟正常时候比起来，这个 space 就变大了。好，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里面像很多常见的这种 enlarge 的这个 virtual wrapping space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保护系统把东西清除太差了，对那个这个排水管就变大了这样。好，所以你基本上给大家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以上是这个比较学的部分，后面是要来讲这个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去好好运用让这个 glutamate system 可以发挥最大效能，去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症首先，那个 N3 的
那个多人不法或是扰乱，任战不法，好，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鱼友啊，好，生来鱼友这样子。那你知道，那研究做起来了，好，他们都说是任战啊，他们可以这个预防失智症。那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有这个抗坏效果，或者是抗这个 amyloid beta 生成的这个效果这样子。好，那所以人家就会日常做东西啦，说哈，这个三要尽量多，然后六要尽量少，这叫做拍三。low 六 ，high three low 六啊，这个东西其实是那个之前参加那个 migrant 学会哈，运动学会他们也知道说，啊，如果说你多吃 N 三的东西，然后少吃 N 六的东西，好，那这个东西也是对这个运动有这个有一个较 weak 的 evidence 这样子。好，那基准是怎样啊？说这个 N 三呢，吃这个 N 三的话，它可以增加这个 N 三胚胎排出的这个效率好，然后就是降低这个。脑袋这些 aggregate 的一些产生这样子哈，进而去保护这些 astrocyte 哈，保护这个 AQP4 让它们出现在正常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呢，四N3的话也可以增加 CSF 的 influx 这样子。反正就是 N3 跟这个 pyrophilic system 的 clearance 啊是有正向关系的这样子，简单讲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是另外一个哈，就是要间接断食，意思是说哈，不要24小时。每天都处于饱食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至少在这个断食哦，在睡眠对非生理层面哦，那个是有一些发现的哈。那我说什么叫做断食呢？断食这个东西其实在大家耳熟能详应该是两件事，一个是2016的那个大量点细胞自噬，因为我说哈，这个适当的饥饿哈会让细胞清除掉一些。不太正常的胞系，或者是清除掉一些比较老旧的细胞，好，让这个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好，这个是大量点他当时 autophagy 跟这个 fasting 的一个研究。那最近比较夯的就是这些各种断食法，一个话断食，什么断食之类的。好，那我说这个断食哦，到底对这个 prophylactic system 有什么正向的帮助啊？那研究发现说哦，如果你有适当的断食的话，这个是在做那个老母之间。看到了，一天让他吃饭，然后一天让他不要吃饭。他发现有断食的这个老鼠啊，让比起这个每天都吃得很饱的老鼠啊，他们的这个 AQP 或者这个 polyneuropathy 是比较好的，好，都是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而且 AQP 或者一些亚型啊，它也是会比较偏向于是那种对于 benefit system carriers 比较好的这种亚型啊，那种比较烂的亚型就少这样子。好，这个是断食对于人类的自身的好处啊。那再来是睡觉的这个姿势啊，其实也有关系。不过这个部分呢，我这边我是比较保留，因为不同沙粒写的不一样。有些沙粒说血糖比较好，有些沙粒说血糖比较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先简单带过了。在这个我参考的研究里面啊，他说啊，这个血糖啊是比较不好的，然后。肉质很好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怎么糖会跟这个 VAT 是怎么拉扯，以及这个高血糖怎么影响到这个议题的多少关系。但是因为有些沙粒说习惯了，有些沙粒说肉质很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比较，我觉得是可能有待那个验证这样子。好，那再来哈是喝酒到底对人类这次它的流动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我们说哈，简单讲啊。喝酒喝的很多的哈，不管你是短期喝一下，还是长期都喝各种高剂量哈，基本上都会对于这个对肺肾肾有不好的影响。好，那这个影响哈，它其实是算是可逆的。好，那所以说这个，然后再来是，如果说是你是喝那种很少很少的酒，就是长期哈低剂量，或者是短期低剂量哈，它反倒是对肺肾肾肾算是有正向帮助的。好，所以简单来讲哈，就说。可能是那个可不喝酒，在可能在试试上可以，你可以喝一点点酒啊，甚至这个是有一些正向帮助的。那要避免大量饮酒，那大量酒避免哈，我们说无药可救，它这个不好影响是可逆的，好，所以我们要劝这个大量酒避免要尽量少喝一点啊，这个喝低剂量可以，但是不要喝到高剂量，因为它对在试试是不好的。好，那最后啊这个。运动的话，你有知道那个可以增加心跳跟呼吸，好，所以说人家都做过这个，如果说你是慢跑，然后跑步很快，哦，
欸，那这样的话，那其实对这个对 Fedex System 这个效用，欸，是变满的。好，所以说会建议在运算。那运算的话，要做多少的量？好，强度要多强？然后时间要多长？一般来说啊，会建议装的强度要每周150分钟，然后强的强度是一个礼拜要75分钟。好，所以说这个跟目前国内所做的这个东西时间做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然后运算方面来说是可以跟这个VSS 的这个效率关系是比较好，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APU 的这个整体表现这样。好，所以人都强调的是中等强度运动一周150分钟，然后强度强的运动一礼拜75分钟。嗯，好，啊，再来是 Quiet Stress 啊， Quiet Stress 其实也是大家想看嘛，就是大家属于一个那个长期的高压状态的那个我们的 Google Quality System 会开启啊。那这个长期开启 Google Quality 的这个系统，其实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 Fedex System 的这个清除有不好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基本是要尽量避免这个长期过大的压力。好，然后啊，当然啊，既然我们说不会不会有不好的想法，那有些事情就去设计说是这个 microboost 啊，就是这个是那个避孕药，不过它是可以解抗过后不会的这个 recycle 啊，他们说发现他们可以改善这个对 Fedex System 的这个 clearance， 不过这个都只是做实验，不重要。好，那最后的话，这个文章我觉得它 discussion 很深，因为它 discussion 就是对吧 result 的东西又在全部再重新讲一次，所以基本上这张图是比较重要的啊。大家知道说这个 Fedex System 它基本上有关就是好从这个 artery 啊这个跑出来，然后跑到 interstitial 啊，跑到肺旁边，好，然后流过去，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从年轻到老，然后到有这个到这个有疾病啊，我们知道这个 Fedex System 它的这个整体效果是变差的。好，所以说就到最后导致这个不正常不定的堆积。好，然后但他这篇文章有点出说他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未来可以做的，不过我觉得这看就好了。好，所以结论，这个东西是结论，大家可以怎么做？用那个 lifestyle 的这个改变法来降低失智的 risk。第一个，睡觉睡得够；第二个，运动量足够，中等强度一到十分钟，高等强度75分钟。每周，然后多摄取 N3 的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个低剂量的营养，然后呢不要每次都吃得很好，偶尔要有稍微断食这样，促进新陈代谢，然后避免这个长期的高压状态，大概是这样。好，那以上是我的报告。